家，我今天要。开箱这个洋芋片，这个是极上奶香口味洋芋片，来弟弟。还有开箱这个。好，还有开箱喝柠檬红茶，好吧，那我们打开了，打开来吃哦。这个一包30块钱。打开了，打开了，打开了，我看一下里面有多少哦。里面的话，它里面的话，哇，蛮多的呢。它每一片都很厚，弟弟，你看每一片洋芋片都超厚的哦，超肥厚洋芋片，来给你吃一片。啊，对你口渴，我们刚刚在玩游戏，你口渴，来，我帮你倒一杯吧，来来来，哎，喝喝喝，啊，喝一小杯。我有喝过那个茶哦。真的哦，你敢喝茶哦？嗯。好，那我先吃洋芋片哦。哦，那你先喝柠檬红茶。好，来吃啦，你可以喝，你可以吃啊，可以喝一口就吃啊，嗯，好吃。真的很好吃，有奶香的口味，好像吃刚刚吃掉的苹果。对啊，为什么你就要破啊？啊，把的就没破。你找一个比较完整的吃。嗯。嗯，那拿高高。这个也破了，我帮你找一个比较好的，等我一下啊。那这个给你，这个就很漂亮，这个给你。嗯。破的给你吃啊。嗯，这个给我，你要大的。干杯干杯干杯，好吃。这个口味好好吃啊。对啊，超好吃的啊，我就有说啊。